泛黄的信纸，写上了谁的名字，擦去的文字，遗忘的是和谁的故事，模糊的消息，悄悄留在心里的回忆，幸福的经历，时间的痕迹。为什么友谊？记得是谁的生日，想说声恭喜。那次电话却没有勇气，年轻的故事，点滴篇折成青春的日记。遗憾的回忆，时间的痕迹，我们都是曾经拥有快乐和不快乐的回忆，重要的是原谅和放下的勇气，把我们的经历过程继续走下去的能力，满心期待明天的空气，我很期待明天的空气。